行了，姐，久没有来了，请你吃榴莲了。现在榴莲的 season 呢，是榴莲真的不错的，看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这个榴莲都给人家骗了。怎么了？这么多榴莲，我一点榴莲味都闻不到的。啊，是不是哦？哎，我要跟你讲，不管是什么味道都好，自从我用了这台的空气机之后啊，煮了香的味道、香水味道，全部都把它吸进去哦。我鼻子有点敏感啊，所以我才来用这个空气机的，跟你介绍的。但是用了一个礼拜过后啊，哎，我的鼻子敏感像是缺少去哦。这台空气机的里面有一层的 filter 啦，啊，那种啊，长得可以把臭味啦、什么不好的味道啊，把它洗掉去的。我心心不相信它，最后我自己用了，哎，真的哦。他给我身上香水，再把它吸掉去哦。这么厉害！所以我才讲哦，那我们不要讲多多了，来，我们来吃榴莲了。